很明显的进到眼里的就是学猫叫。感觉都是大神，刘丽安老师，都觉得他们都很棒。那个歌我不知道小峰峰自己来了，对，因为经常听到有人在放，我都不知道是谁写的歌，然后今天看到本尊了，对，然后昨天他还跟我合照，我还蛮不好意思，我想哎你先这么红，然后他刘丽安老师我给你拍个照吗，我说别不要这样，然后我就自拍了一张，特别可爱。大神歌手啊，我比较知道的那个范逸臣。燃起潮浪也压着，有几个资深的我觉得都挺棒的，就是我没想他们会来。马斯卡，我喜欢马斯卡。马斯卡坐在不起眼的角落，我看着人来人往的慢动作。大神级的，就是还没听过这，目前我自己觉得可能比较熟悉小雨少年雨。小雨，比如说小雨啊，小雨，宋念宇老师。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因为我之前挺早的时候我就在听他的歌，而且还去学，而且我觉得好难唱，很喜欢风格，很喜欢他的风格。可能是我初中时期的偶像吧，在我10年前我就看偶像剧，就听过他的歌了，昨天还给他打个招呼。